近日，在情人节之际，肖战有三家代言都送来了情人节的祝福。这三家代言品牌分别是微笑去泡、溜溜梅和宜达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三家代言都是会说情话的高手，不仅浪漫，而且非常温馨，看得粉丝们的内心都非常暖。微笑去泡、溜溜梅和宜达三家肖战的代言都在情人节这一天送来了情人节祝福，都非常会说情话。比如溜溜梅，溜溜梅最爱的一味都给你，这就是最浪漫的事。再比如宜达的山楂是酸的，你是甜的。而微笑去泡更是放出大招，直接抽取幸运粉丝，获得如梦之梦的套装和肖战的亲笔签名照，太满足了。当然在这里并没有完全总结出来，肖战还有很多代言都有祝福送来，给肖战和粉丝都送来了祝福，希望大家都顺顺利利，收获浪漫爱情。对于肖战来说，肖战在情人节前夕也有惊喜送达，深夜发布了多张收工后的帅照。肖战和雪很搭，肖战和情人节很搭，粉丝和肖战很搭，浪漫温馨，我们同样会将祝福送给肖战。如今梦中的那片海已经开工了，相信肖战会认真工作，演好自己的角色，不会让期待已久的观众失望。我们只是希望肖战可以注意休息，照顾好自己，别太劳累了，要注意劳逸结合。都是会说情话的高手，我们也会继续支持肖战的代言。新的一年都要努力奋斗。